最後一集威力名城。全部馬不準備妥當第四場賽事三班千二的短途賽北京會所周年杯，好啦，一開閘的時候咧慢了老友記啊，前面快的馬威先生啦，咁再見到喺中間就同德福，出面加州勇將，最出仲有隻標誌太陽內蘭，第五位白衫就係呢只有利共賞啊，中檔位置威力名城，咁啊內蘭紅帽白衫嗰只咧就精益求精，跟住有利共賞跑啊，中間仲有呢只維港福星，出面勝利寶石啊，後邊三隻話曬是老友記同埋只提款機轉緊彎，前面威。先生大加州勇将第二位熱門貼曬欄啊，第三位內蘭同德福啊，佢最主動嘅，中間標誌太陽出邊第五勝利寶石，內蘭第六白衫有你共賞，中間威力名城響尾五內蘭白衫紅帽精益求精啊，再後多少個馬咧先見到大外檔就係呢只提款機嗰啲馬，好啦，最後直路威先生佔先，咁啊見到中間標誌太陽冚上去響埋邊咧揾到個位內蘭咧就係精益求精上，中檔有你共賞，出邊仲有威力名城，最後百零米，標誌太陽透出，見到咧就外邊追佢嘅馬有威力名城，中間有利共賞，入邊咧就係呢只精益求精。最後五十米，標誌太陽透出一出即贏，跑第二名嘅馬咧有呢只有利共賞，似乎機會高啲。喺出邊咧就威力名城、內蘭精益求精啊！咁啊，結果嚟香港得一個大閘就係呢只標誌太陽，佢好大隻嘅馬。結果到線啊，跑第二名，噏上噏落啊，中間有利共賞。威力名城都近嘅，入面咧仲有一隻精益求精啊！五號嘅標誌太陽一出即勝啊，奇寶頓啊，咁第二名都塞咗好耐啊，呢只有你共賞，咁啊終點前咯，第二三成之近啦，出邊咧見到十號啊，威力名城睇嚟有機會壓住只一號嗰只精益求精啊，要影相啊！奇寶頓同大魔嘅組合，一課集咁啊已經夠贏啦。不過就有你共賞又係啦，入直路又係左穩位右穩位啊！二格夜半熱門派21蚊，都係細佬喺澳洲做好曬過嚟嘅。奇寶頓咁啊，哇！大魔贏翻只啦喎！今季都跑好多啊，咁但係因為之前係主帥身份啦，背湯尾啦。今次開始就拆火。大魔季內嚟到22 win 嘅啫。上季就好成績嘅，奇寶頓拍咗大魔啊。四連環預計派彩，一號、二號、五號、十號派276蚊。四重彩預計派彩，五號、二號、十號、一號順序派13,929蚊。賽前試站莫雷拉士嘅，跑下奇寶頓跑。呢只放喺大摩嗰度啊，咁啊，多數呢件彩衣都係蘇普羅嘅馬居多啦。買就阿摩仔已經買入咗啦，冇錯啦。嗰邊訓練員運運過嚟。奇寶頓近日都贏翻啲馬啦，紅禮社啊，同埋呢一隻啦。咁如果多翻大摩啲馬支持，又成績可能又好啲啊，季尾嘅時候。咁場肯定係馬唔夠狀態㗎啦，不過就對手有啲擠擠碰碰啦，結果18倍勝出。好啦，睇下頒獎啊！一出即勝啊！呢只標誌太陽。係啦，見到我哋嘅主席。葉博士頒獎啦！大魔杯仔都唔放過啊！
奇普敦都贏翻場啊！望下大摩啊，餘下季尾賽事多啲合作咧，會唔會提升翻成績啊？好，咁啊，大合照完成，睇翻個巡邏影片啦。好啊。起步咁嗰只老友記咧就起琴喎，慢咗。其實嗰只有你共想出閘咧，都唔係話最爽朗嗰堆嘛。不過個檔好啦，就亦都走翻上嚟。前邊阿威先生拍住嗰只加州勇將走下啦。咁喺個第三位就同德福，出邊埋緊嚟就標誌太陽啦。貼欄見翻有你共想拍住威力名城啦。開邊就維港福星全程走外搭咧，勝利寶石喎。馬林後邊見到精益求精話曬事啦，包咗尾提款機同埋老友記。我步數都正常嘅，兩段都同標準差唔多啦。我老友記又慢咗一集啦，又放唔到頭啊！頭先都見到佢鬥個口嚟嘅。阿威先生啊，始終填咗都麻麻地，起得福真係跑啱曬嘅，黃金包雙位同得福嗰只。咁啊，直路點解咁快散呢？咁啊，潘頓啊又同上次一樣喎，同上場一樣啊，又係壓住條內欄。咁啊，但係今日頂榜啊，同埋對手又比上次強啦嚇，加上步速又冇上次咁快，咁啊爆起嚟就冇咁勁。有你共想喺度側起個頭啊！一路都唔好夠位頭先，呢頭好窄位咁嘅落位標誌太陽出邊上嚟嘅。即係如果佢攞位順啲咧，都好大機會贏嘅呢場啊！嗰度搞咗分段時間，頭段23:98，第二段22:75，末段22:53，總時間1:09:26。